小心。自己算无一策，其实都在我的股掌之中。火寸有我两百壮勇和火油百弹，待我焚毁万亩良田，天下百姓全都得死。你们圣上不是自取仁义吗？你若为救他的子嗣而弃百姓于不顾，我倒要看看你将如何面对这天下的悠悠众口。子兄，你别管我，快去救郭村，救良田，救百姓。少商在郭村，郭村不会有事。程少商在郭村，那你赶紧去救他呀。你曾经负过他一次，如今他身临险境，你若再气他，他怕是永远都不会再原谅你。你还想再失去他一次，然后懊悔终身吗？
你们自认为忠良，为国为民，还不是选择了救陈贵儿弃百姓？ 而你之所以能苟活，那是因为你默默无名，卑微如蝼蚁。主公，主公要还主公身，怎会视我如蝼蚁？主公，我曾命我殉葬，是要留我性命，宣你们报仇。是留你性命报仇，还是根本就记不住你的姓名？你胡说！主公当然记得我，我是主公最亲政的臣，如今天下将毁于我之手。 主公，医院我已完成，天下人都会记得我。饶自欺欺人了！你以为你总快我一步，可到最后，你还是什么都没能做成。这江山倒不了，这天下也无人会记得你。
住你了。阿凡姆，帮我想办法拦住敌军，引起战机，我来想办法灭火。等你，等你，这样。受伤的，
怎么还哭上了呢？这点伤又没伤在你脸上，耽误不了你娶心腹，哭什么哭？我不是哭这个，我对不住邵主公，对不住邵女君。想当初在西北，我还想让邵主公去做节度，也就是现在看着邵主公和邵女君快要成亲了，我良心才能安。还是你们见女人太少了才会被骗，日后我带你们见见世面。什么西域的舞女，南越的歌姬。你要去哪儿见世面？对呀，见何世面？我心腹就是我眼中全部世面。你兄弟俩可别把我带坏了啊！刚又补了一卦，卦象上说咱家又有喜事要办了，让我们猜猜是谁的好事将近啊。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啊，你就算不肯成婚，那也该举业了吧，别整日摆弄这些。哎，你们不懂，只有俗人才惦记着娶妻生子，我呢准备出去走一走，看看大好河山，体会一下风土人情，到时候我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路。你要找路，你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的？你那卦象根本就不准。慈兄，卦象上还说你今晚必有血光之灾。阿嫂。我要将刺兄五六七八个红颜知己的事儿全都告诉你。程颂，五六七八个。知己啊，你也不怕累死？可把你给能耐的！既然如此，是我不是吗？别打我！打死你！你准备躺到何时？少商已经问了好几次了。哎，我是饮你家汤药了，还是吃你家大米了？絮絮叨叨什么？你虽未吃用我家的，但累得五父劳心牵挂了，便是与我有仇。你告知他，我并无大碍。倒是太子殿下，得赶紧回都城复命了。你呀，赶紧走吧。既然如此，在下告辞。慢着。侯将军。我再啰嗦一句，我一直以为少商与我很像，但其实我错了。因双亲之故，我深厌至死不渝，情深似海的情感，我也自小认定，太过深挚的情感，如利刃，如剧毒，会拖累自己大好前程。会消磨雄心壮志，夫妻嘛，相敬如宾就好。可
少生不识。他常说自己凉薄、自私，可他也会羡慕自己父母情深。其实，你们才是一样的深情之。袁善姐，过去我很看不惯你，但这五年来，你是我最感激的人。在他最难最伤的时候，是你在他身后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可能再让他难过了。最好是，否则不会有否则了。你明知我在郭村遇险，为何还来的那般迟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。那也太相信了些。就真的不怕我出事吗？当然怕。不过我早已想好，若你出事，我绝不躲。你别胡说了，我逗你玩的。你能信任我，让我与你一起并肩分担，我已是很知足了。哪怕有一日我真的出事了，我也想你能好好活着，比之前活得更加精彩。吉祥之兆。倘若沈岸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替子胜和少商感到高兴的。如今他们俩终于又重新的在一起了，或许啊，是沈岸在天有力，默默的庇佑他们吧。
已故的人真的会变成星星吗？过去我也常像现在这样仰望星河，我会想我的父母兄妹是否也化作了星星，看着我。 后来我发现，他们是会回应的。如何回应？你跟他们说话，他们若听见了，星星便会闪烁。你可以试试。 皇后。 我是少商，你可有听见？那个星星真的闪了一下。 缠在手腕上多年，每每看到，我总觉得心里有一处还是热的。有一句话早该对你说了，子胜，你至亲至信，心如赤子。 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二老，我能遇上你，三生有幸。少商，你至纯至善，心坚如松。 是这天底下最好、最好的女娘，能遇见你，我亦三生有幸。
霍将军，霍不疑，我可把女儿交给你了啊！你若对不起我家袅袅，我们程家全家抄家伙，伤你的将军府，为袅袅讨公道。 老身知道我是一个有福分的人。你看，我儿大郎娶了多好的心腹，我儿媳又获战功了。可不止这些呀，我刚看了三公子的传信，二公子和夫人也立了战功。哎，还有霍将军，听说四娘子和霍将军在华县要成亲了，是成亲。 不是定亲，嗯，哎，这回我的聘礼可就跑不了了，跑不了了。嗯，我倒要看看谁胆敢搅黄我乖孙女的亲事。谁允许他们在华县成亲的？ 陈娘子的父母都在华县，给他们做主办下婚事，有何不可？陛下，陛下为子生的终身大事筹了这么些年，今天总算落地了，得高兴啊！子生成亲，朕怎么可能不在呢？在华县成亲，这算什么道理？不作数！朕绝对不能答应。快让他们两个赶紧回来，在都城，重新办一次。 陛下，你这可过分了！过分吗？是他们过分呐！朕这么多年，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吗？这天来了，朕不在，朕不在，朕不在，那这一天就不作数。朕是谁？朕是天子啊！天下的事，朕都说了算，更何况……关门！你关了门也不算。 哎，你们在笑什么呢？
我刚夜观天象，帮你补了一卦，你好像确实没有。闭嘴！今夜的星空可真美啊。